哎，同学注意看哈，所以我这边简单的快速讲一下哦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哦，你就想象有一个班有400个人同学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刚才讲400个同学，400个学生，然后呢，堂我们就想象哦，堂就是女生，OK，女生是堂，男生是什么？男生是水，OK，他跟你说堂浓度多少？糖的浓度是 80%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，女生是 80%，请问女生 80% 的话有多少个同学？400个里面有 80% 是女生，那会有多少个同学？OK，我想想也不用想，我就知道是多少。你就想100个会有80个，那4个100，你就4832，所以你有320个是女生，这样可以吗？320个是女生，剩下的都是什么？剩下的都是男生，所以有80个是男生。OK，所以男生就占 20% 了。好，现在他想要什么？他想要稀释成，把糖水稀释成 50%， 就是怎样？我希望让男生女生的 percent 变成一，就是怎样？女生只有 50%， 男生也是 50%。所以我就这边就知道说，哦，女生，因为女生我不可能把它变少，所以女生还是320个。可是我希望它变成全班的只有 50% 就好，不要这么多。OK，那这个时候我男生就要怎样变得跟他一样多，他才会变成320%嘛？哎，这说错了，我要变得跟他一样多，他们才是怎样50% 嘛，50-50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男生我就要变到320，那男生原本是80个，变成320个，那这个就要加多少？加240，OK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通通换成糖跟水的话，400，OK，这个是400克的糖水，又把学生换成糖水，女生是糖，男生是什么？男生是水，女生占80%，男生占20%，所以这些都把它换成克就好了嘛。那因为整个过程它要稀释成50%，所以我要加水。所以糖的重量是没有改变的，糖还是320克重，那我就要加，把水加到320克，所以我就要再加240克的水，这样清楚吗？OK，这是水，我就要再加240克的水。好，所以既然这个 OK，好，现在哦，我再把题目再改一次，OK，我再把题目再改一次哦，来，一样400克的糖水。浓度是80%，现在我把它稀释成多少？稀释成，我希望稀释成多少？20%。来，现在你试着自己算算看。好，现在他跟你说400克的糖水，所以400克的糖水还有多少？浓度是80%，所以我知道一样，再来一次，糖就有多少？糖有80%的话，糖是80%的话，我就有多少克是糖，多少克是水？你就想嘛，100克的糖水有80%的话，80克就是糖，20克就是水。那现在变成400克的糖水，我就要乘多少？乘4，所以8×4就是32，320克是糖，水就是80克，这个跟刚刚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糖是320，水是80。好，现在呢？现在我希望变成多少？现在我希望320克的糖，希望它变成只有20%。好，现在那请问我水应该要有多少？哎，水应该要有多少？来，这个有很多种做法。OK，水应该要占80%嘛？我们先讲公式的哈，如果公式的话，就是用什么？就是我们学到公式就用浓度，浓度等于什么？浓度我再写一次，溶值就是糖的重量，m 糖的重量除上什么？糖水的重量，这样可以吗？糖水的重量再乘上100%，
那因为浓度，我希望糖的浓度是 20%， 所以我这边就要写多少？ 20%。糖多少克重？你已经知道糖，这个糖是多少克重？ 320 是糖，所以你就上面写320克。底下是什么？底下就是糖水的重量。OK， 糖水的重量再乘上 100%， 去算出糖水的重量是多少，你就可以知道水要放多少克进去里面。好，去算算看，我先帮你到这边，你们再继续算算看。好，所以你把这个公式，我把这个公式拿上去一点，因为我没有位置了。好，这个公式我们来看哦。首先我先去找出什么，我们刚才算出来，就写下去 20% 的浓度总共有多少糖水，230克的糖水除上，说错了，总共有多少克的糖，320克的糖除上糖水的重量乘上 100%， OK， 所以你就这样去做数学嘛， OK， 20我们把单位都拿掉，乘上糖水的重量，糖加水的重量哦，会等于320乘上100，你觉得32000就32000嘛。好，那所以这边有零，这边有零，就这样消掉， OK， 就没有掉，少掉一个零。好，再来糖水，你就可以知道糖水就等于3200除上2，就等于1600。来，1600是什么？糖水的重量，我再讲一次，它是糖水的重量。所以你看呢，我把这个1600我把它 copy paste 先放这里，然后把这个拿下来，我再把这个刚刚的拿下来，这个把它变小一点。好，我把它拿下来，哎，糖水的重量是多少？糖水的重量是160克，哎，1600克啦，说错了，1600克里面有多少？有320克是糖，请问有多少克是水？多少克是谁？水，你就拿1600减掉320嘛，你就会得到多少？1280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1280，你只是算到水而已。我问的是怎样？请问我需要加入多少克的水 ？OK， 原本有多少克？现在我们来看哦，原本已经有80克了。你后来要变成1280克，所以呢，就是多少？1280减掉80嘛，所以大很多人都跟我写1280 ，OK， 我表示我知道你算到这一边了，可是你还没有再减掉那80啊，所以我要再加多少？我需要加入1200克的水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只有哦，哎，其实宝玲你一开始算对，那我讲错了 ，OK， 宝玲一开始算对了哈，还有谁？对。宝林一开始就算对了，然后哦，艾琳后来也算对了 ，OK， 这样子可以吗？